高灭之妇女于死。春秋岛的人我遇到过12个，你是第13个。可惜他们的嘴都太硬了。我叫赵秉烛，大理寺炼尸人，那个人是我杀的。百里加尔郎凭了上策，那可是天书的高度啊，可以上天了。保护郡主，今日我来是需要大理寺配合内卫调查告密者被杀一案。